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我是阿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平常大家看不到在幕后的工作人员。你说我们 KKB 的幕后人员吗？对，没错。那我们欢迎小白，欢迎欢迎。拜拜。小白怕神哦，还戴墨镜，这里很怕。好，小白，这听说你最近好像演一个还蛮厉害的微电影，叫做《只有你知道》。只有你知道啊？你是说前一阵子在啊？我记得是那个吗？是讲男生的东西，讲女生吧？哦，讲女生吗？嘿，这个没看过，是这个赵咖很有名的那个短片，然后你这样子，然后你在讲女生，女生像男生的女生了。对，但是这系列就是在讲所有不同种女生的困扰。是，所以你真的常常被人家误认成男生吗？有没有曾经过？真的，欸，真的。你第一天来公司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你是男生，知道吗？我过了好久才知道。别动手了啦！我们没有在录影，我们没有在录影。我不会介意这种事情。因为我相信观众有些人可能没看过，只有你知道这部电影，不是电影啦，我说错了，只有你知道这部小短片。小短片，对，那就让大家看一下，只有你知道。跟你这样下去，我看不到未来。如果你是男生就好了，不然就变成女生就好了。你当女生一定很多人追，本来就是女生啊，不是吗？我追你很久，该结婚第九吗？哎，拍谁啊？男厕哦，在另外一边哦。喜欢今天的只有你知道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们按照他的订阅。然后，如果你有相关的女孩困扰，请在下方留言。看到了吗？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还有还想看到更多更有趣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去赵咖的频道里面去看看。对，他有拍很多，对不对？还有啊，还有什么手汗啊？手汗？对啊，因为像我有流手汗，我就觉得那个系列拍得很贴切。是，你会流手汗吗？所以你下一个系列你想拍的是什么？我可以不要拍吗？压力好大，其实压力很大。超长了，超长了。好啦，那在结尾我们来挑战一个东西。挑战东西？对，因为还没有人真正挑战过，就是你的结语。我们 KKB 的结语，来，你对着镜头说一次。你说我的结语还是 KKB 的结语？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对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我的结语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是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有个喜欢，是在左上角有个订阅，随时订阅频道，随时订阅，随时订阅我们影片的动态，随时跟踪我们影片动态。哦，随时跟踪影片。哦，慢慢念就没有办法念得很好，好吗？慢慢念，哦，这是慢慢的错。随时跟踪我们影片的动态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所以念得快的会是什么样子？念得快是吧？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左下角喜欢，左上角订阅，随时订阅频道，随时跟踪我们动态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Bye. See you guys. Bye bye. See you guys. 试试看，换你了。这可以直接讲 See you guys， 当然不行，好不好？他在那个里面直接 See you guys。好了，换你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左上角的喜欢，左上角的订阅，随时订阅我们的影片频道，随时跟踪我们影片动态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。See you guys. Bye bye. 然后最后要这样。最后这样，70分而已啦。这有70分吗？我觉得有70分。这是0.5倍吧？你要试试看两倍。大家要不要来挑战看看？你们可以把你们挑战我们的结尾语上传到 YouTube 上面，然后贴在我们的粉丝团啊，或是 YouTube 的下方，我们会把它点开来，选最好的几个，把它剪到影片的最后面。也许之后剪到其他影片的后面好了。那可以播给大家听，对，可以播给大家。看一定会有人笑。如果大家看不到，看到我再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好，这集差不多到这里喽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还有下一集啊？没有下一集啊？哎，仔细听，仔细听，这同学没在认真听。哦，我其实只想要玩。不要让他的效果更好，你可以再裹一层上去，就是。哦。哦。老师是你的是白光哎。